哎呦，大人，怎么，你这褂子又被钉子刮破了？没有没有没有啊，让我呀给您唱一首新曲《西施三叠》，这可是蒲松龄的新词啊。蒲松龄？是啊，淄川才子，山东名士。我知道，此人虽然才学出众，文章盖世，可是本老爷这一关他未必过得去。就是因为他没银子打点。嘿嘿，这是其一。这其二呢，此人的文章，或如片云出岫，或如不济之舟，放浪形骸，孤峰突兀。眯上眼睛，远远看，是一片青森森的竹林。再一细瞧，节节如鼓，叶叶如刀，凌厉夺人。本老爷一看，就觉得心惊肉跳，胆寒呐。老爷，这才是真正的才子。我觉得像这种人，你应该多提拔才是啊。此人自恃才高，蔑视权贵，性情豪放，嫉恶如仇。像这样的人，你就是提拔他当什么官儿，他也会给你惹祸，你知道吗？在官场上混，总得学会怀高才，伪装糊涂，见权贵连连称是。去棱角，左右逢源。见仇家面带微笑，奉上司如爹娘，视百姓如蝼蚁，明刀入鞘，暗箭上弦。这一套，那个穷小子他一丁点儿都不会。哎，一个穷秀才，还是回家喝粥就咸菜为最好。我的官帽呢？这，你，哎呦，什么？你，那我的官帽呢？嘿，我的靴子，我的袍，我的袍子。顺藤摸瓜，就能摸着主考官的屁股了。孤儿桥，一声孤儿叫，为长秀才惊叫叫。考风渐渐挂青帘，头发珠儿照。试卷掀开报，试卷展开报，默默声声百步跳，一件儿擦擦擦，好似蛐蛐儿叫。小飞呀，我怎么打你了？你一次次带着松林到济南赶考，可松林一次次的名落孙山，
可那些中举的举人有几篇文章可看入目啊？这毕竟是考场啊！啊，这考场上可以袖中教义，苟且营生。这一片的乌烟瘴气，驱杀了多少有才之士啊！蒲松龄从小就立志仕途，就想考第一名。小黑呀，委屈你了，你带着松龄赶考，会亲访友，做官；你带着吴可去拉犁，去耕地；你带着我们家的孩子去玩，委屈你了，蒲老三。你考举不中就把气往驴身上撒，这他妈算什么本事？店家，我这有块砚台，您看看能收吗？我们开店的赊欠记账，有个墨盒就行了。好砚台呀，您换我20斤青豆，够喂驴就行了。哎，给这位先生称20斤青豆。好嘞。这砚台我要了，这点银子你也拿上，啊！先生，您的青豆，您请，走好。您这是店家。松林惭愧了，这银子还你，这还你，这是砚台我不卖了，我糊涂啊，我落榜，跟人砚台有什么关系啊？砚台何罪？砚台无辜啊！我一个读书人卖了砚台，这跟种地人卖了田一样啊！这一方砚值什么？砚台里有大千世界，我松林一介寒士，我站在砚台里，才是精神富翁啊！客官，您别说了，货卖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回不来了。您呐，回吧，回吧。哎，先生，您的豆子。老爷在吧？老爷在，在里边呢。啊，好。不好了，老爷，不好了。什么屁事？刚刚来的京城消息，陈燕的上告状纸和他被逼死的事儿，于成龙啊，全给皇上上了奏折了。啊？康熙爷龙颜大怒啊！啊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这两个秀才一高一瘦，孝敬您的。刘大人，老爷，
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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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疯了，老爷，他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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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三家的，老三家的，哎，娘，你跟雪仙姑娘怎么说的？她说了，她怎么说？她就是心里愿意，嘴上也不能说呀。那倒也是，他们拜过堂的，这回就算是圆房吧。老三也该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哎。这孩子命苦，嫁了个坏蛋，爹妈都去世了，今后你们一起过日子也不分什么大小前后，咱小户人家图的就是一个圆满。娘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以姐妹相称，今后啊一定是和和顺顺的。哎，这回又没考中，我呀，知道你回来就好。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！我没中举，大喜什么？回家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快走。好，胡先生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。雪倩，快点！雪倩姑娘，哎，人呢？青松高月，我诵经祈祷，为三哥三嫂祝福。雪倩，他会不会？他不会自尽，他一定在玉溪庵。快走！走。慢慢，慢。雪倩，雪倩，你这是？二位施主，请回吧。现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雪倩了，凭你法号，慧静。雪倩，三哥家境固然贫寒，难道还容不下你吗？难道就多你一个吃饭的不成？施主言重。肮脏之人只有选择出家，只有持斋静修，才能洗去罪孽。你没有罪孽啊。慧静自斩情思，脱离尘俗，持斋礼佛，愿心宁静。你真的甘心晨钟暮鼓了此一生？施主请回吧，慧静将会为施主一家诵经祈祷。阿弥陀佛。
雪倩，雪倩，你别做尼姑了，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，咱们一起过日子。慧静，你们回去吧。雪倩，姐姐又不是那种气度狭小的人。长屋虽破，我们和和睦睦的一块儿过日子。谢谢姐姐好意，我意已决，你们回去吧。你不能那么固执啊！施主，请回吧。慧静可以带发修行，若要还俗，可随时停变。不，削尽发丝，气绝尘心。这是什么？有个少爷骑着大马在这等您半天，然后他就把这个留下了，还有那个东西。哦，来看看。啊！哎呦，这，哎呀，这会是谁呢？这砚台我已经卖了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你已经穷到卖砚台当盘缠的地步了。幸而有人慧眼识英雄。哎，娘，什么叫慧眼？问你爹。爹，什么叫慧眼？这就是慧眼。我也有慧眼。松灵，喝碗粥。砚台失而复得，灵感去了又来，我得把这几天的故事记下来。在此吵闹，我等是落地的秀才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是历届考场失意而死的乐鬼。是啊，我们是乐鬼啊！你们的来意，本王已经明白。来人，把主考王虎、几班统考都带上来。快走！这个该死的！打了！打了！跪下！王虎，你可知罪？下官不知何罪。阳世的生缘和阴间的怨鬼都告你朱笔乱批，收取黑银，处优秀而用庸才，可有此事？启禀阎王大老爷，这是冤枉啊！本官实属是冤枉啊！本主考官所阅的试卷都是由阅卷官们亲自呈上来的呀。是啊，我们转送试卷可都是奉命行事啊，几号卷什么名字都是你朱考大人一手指定。你们难道就没有人情卷吗？怎么现在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来了？我们也冤枉啊。王主考，你不要抵赖了，这一颗的谢元给了你银票，他雇人捉笔，你是视而不见呢。啊，吴秀才给了你银票，吴秀才考试作弊被登州的秦秀才发现，你就让他们两个一块儿都中举了，为的是怕露了马脚。康德爷爷给了你银票，你提前五天把考试的试题全都泄露给他了啊，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公正公平可言呢？这怎么能不让天下的士子寒心呢？王虎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冤枉，冤枉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阎王爷饶命，阎王爷饶命啊。这俗话说，爱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
有谁见了白花花的银子不动心呢？要不这么着，下官回去再给您烧30000元宝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给我抽他50匹鞭。阎王老爷，这算什么处罚呀？这太轻了。这算什么处罚呀？对呀，太轻了，太轻了这个。阎老爷，你也贪图这30000元宝，对，你也受贿赂吗？太轻了，太轻了，众怒难犯呐，王大人，你既然被银子的白光灼伤了眼睛，那你留这双眼睛还有什么用啊？牛头马面，把这眼睛给我扣了。阎王爷饶命，阎王爷饶命啊！松林，有句话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我求你别再写书了。为什么？看在我们嗷嗷待哺的孩子的份上，看在我们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我求你别再写书了。写书熬夜，费的是灯油，耗的是心血，缺衣少吃我都能顶得住，可是看着你这样年年往下瘦，我心疼啊。你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啊。书香，我闻够了书香，写书惹祸，多少人因为写书坐牢的。戴名士写南山集被处斩，株连了100多个人。绿亭庄文集被烧掉，死了还要开棺抽尸。就说你们蒲家先世吧，不也是写书得罪了皇上和权臣，结果才被……夫人说的这些松灵自会小心。你说想你这天生耿直的脾气，认理不认人的秉性，松灵，我怕孩子他爹，我真的害怕。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，我求求你别再写书了。我们再穷再苦，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我也认了。你不听也罢，反正你的书稿全都没了。没了？书稿都在这儿，我给你一张一张的撕。哎，孩子娘，别！你，哎呀，哎，你不急，撕。夫人，着作何劳你撕，我自己撕。Thank you.
你烧什么呢？给你烧什么呢？烧他的魂呢。你们别管，去念你们的书。你看这儿，怎么还生气呢？我不生气，我知道我无能。我没本事出去挣钱养家，我不能中举当官，这一个家都是你一个人操持着。可你是个贤惠的人呢，怎么变得这么暴力？你知道我在《聊斋志异》上下了多少功夫吗？你说撕就撕，你把我的手稿都撕了，你还端了一盆火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狠呢？烧也烧了的，一本书能当什么大事儿啊？你这是剜心割肉，我会疼一辈子。哎呀，你快想想正事儿吧，这天在吼，地在抖，你看这老屋马上就要塌了。塌就塌吧，屋倒人散伙，省得牵挂。爹。人没伤着就好，听说县里还死了四个人呢。像驴圈似的塌了，再盖上就得了。傻瓜，没钱。爹有。没有。有呢，没有就没有。你看，分家不公，聊以三十两银子弥补铺盘。娘，这银子是爹买的。你爹和你娘这辈子就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闺女，把最大的希望就落在你身上。松龄让爹失望了，爹在九泉之下也会叹息的。
先别说了，先把房子竖起来最要紧。那这银子怎么办呢？正用得着啊，赶快雇人修房子。可这是爹的遗产呢、啊、大哥、二哥、四弟的日子都不好过，我看还是四个人平分的好。你爹早就说过，你这孩子是闲人。过来，三哥，什么事啊？嗯，这些，这有爹留下来的三十两银子，大家哥几个分了吧。哎呀，这不合适啊！三弟，哎呀，你要盖房子，正等着用钱呢，这银子你看看。这是爹的银子，你们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，盖房子的事儿我再想办法。爹呀，就是贫心，谁知道是三十两还是三百两啊？我看一准都不止这些。嗯。抢家了啊！你傻呀？给他还不要？嗯。哎，三哥，给多少？三哥，哎，喝茶。胡少爷，胡先生，胡先生，打水呢。啊，嗯。吴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把你的魂招回来呀！魂儿，来，你看，聊斋，我的聊斋魂儿。撕的烧的都是我在娘家自己写的诗稿，你的心血我哪舍得烧啊，吴哥呀。人生在世得一知己足矣啊。看你疯的，快坐下来。说正经的，这些鬼狐之事人家怕与你科考相冲呢，再说书里写的都是挖苦贪官的孤愤，人家看着心里不舒服。人活着要吃和穿，每月挣钱要养家糊口，你看看咱的房子。爹，爹，儿子，来，家里来了好多叔叔大伯，来给我们盖房子了。真的？啊，那咱回家。走，走。爹，爹，他们还说不收工钱呢。哎，小朱先生，先生，哎，干活去。哎，哎，快走，快点。手如枪，财物堆满房，男人手如棉，身边有闲钱，女人手如枪，全别打你了，财物堆满房，堆满房，去打你们。哎，这个疯子，去。干嘛呢你？回家去吧，别打，去，别打了，没人，去你的，大胖子，大胖子，男人手如棉，来，二，再来点，二，我这抬过来，大把手，滚，跳，哎呀。好诗啊，蒲兄！送穷神呐！穷神呐，穷神，我跟你有什么心呐？送神，穷神啊，我与你有什么心呐？
胡先生，我家老爷给你的信，还有这50两银子。我家老爷说了，曾经两次函请先生做馆，如果此次三请先生不出山，我家老爷虽已年过七旬，也要亲自前来登门相邀，以示至诚。好，乡亲们，盖房的工钱每人2两。算了吧。你挣的钱。慧静师父住哪儿啊？往前走一拐弯就到。阿弥陀佛。哎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雪倩呐，我要去西铺做馆去了，要去毕老爷家做几年私塾先生。这些东西都是吴可亲手做的，他托我送给你。以后有空我还常来看你。师父，我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，托您转给慧静师父。师徒放心吧。没有梦，人活。
什么。